讲，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历史，我们要说哪一段历史。所以你要淡化的历史是属于哪一个阶段的历史。如果我的理解是尊者，我大概见过尊者，我自己都记不得多少次了。那么尊者也确实强调我们淡化历史，但是我不认为尊者所说的那段历史是指的1950年之后的历史。那么因为我主要是研究当代史，我接受呢就是我先生丁一夫的这个观念，如果我们把现实的政治来取代我们当代的这段历史的话，完全淡化这段历史的话，我们的这个现实无从谈起。因为现实政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西藏是被1950年之后被占领的，而且占领不仅是被占领被改造，而且有血腥大屠杀，这段历史是无法淡化的，这个历史必须有所交代。没有交代，在后面的汉藏关系，不管是独立，是两个互相独立的政治实体，还是作为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，都无法和平共处。所以呢，这段历史我要强调的一点是，这一段历史绝对不可淡化，而且要大大的宣讲，否则我们汉人是不理解藏人的反抗，为出于什么地方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，这是我的看法。